醉过了，醒着呢，笑过了，哭着呢，太多的委屈对谁讲，一个人的凝望，两颗心的相撞。匆忙的走着，恍惚的忙着，只为有个栖息的地方。天空中有那三只小鸟，栖息在一棵大树上，飞上又飞下，一只红色的，一只蓝色的，还有一只我看不清模样。叽叽喳喳的，是他的幸福吗？多希望像鸟儿一样，有自由的生活。你尽管叽叽喳喳，惹得我耳根劈叉，什么不能说，什么又可说？生活就是一碗面，跟谁吃比味道更重要。上有属下，天空中有那三只小鸟，栖息在一棵大树上，飞上又飞下，一只红色的，一只蓝色的，还有一只我看不清模样。叽叽喳喳的，是他的幸福吗？多希望像鸟儿一样，有自由的生活。生活太太还没有接到老周的生日祝福呢。来，您看一下，还满意吗？周医生，那你看我这广告可都拍了，那你得赶紧把我这牙整好了，我好回剧组去拍戏呀。你做得很好，为了对你表示鼓励，我给你免费一次洗牙。真的？哎呦，那太好了。哎，周医生，那你要把我这牙洗的比文雅的还好。没问题啊。脸都肿了，而且牙还在出血。我这还有一个病人，请你们到外边等一下，好吗？对不起，文雅。文雅，那咱们剧组那戏，周医生，我去一下啊。文雅，你现在是什么感觉啊？头疼啊？没有比昨天更厉害吧？我昨天呢是给你做的一个短期修复，啊，给你安了个牙套，这要等一周以后看恢复的情况怎么样。如果好的话呢，我给你种一颗全瓷牙。放心，现在全瓷牙和真牙没什么区别，啊，你躺下，我给你检查一下。你说什么？文雅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什么叫我不在剧组你就替我演吗？你怎么能替我演呢？你凭什么替我演？你好意思替我演呢你？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那你不在，导演让我演，我当然得演了。哎，你这什么态度啊你啊！你还理直气壮啊你！那我问你，我为什么不在现场？我怎么不在现场的？还不是因为你。
你，让我到这儿来弄羊，要不然我怎么可能不在剧组呢？哎呀，反正我现在是拍也拍了，演也演了，你要有什么意见，你自己打电话跟导演说，别来找我。哎呀，你瞅你啊，我还真没发现，你还真够阴险的你。我阴险？你阴险？你为了上这个角色啊，千方百计的设计圈套，你把我骗得离开了剧组，然后你跑到导演那儿去献媚，你去表功，这瞧把你忙的啊！你冲，你争，你抢，你上，呵，这下好了啊！你演到大片了，你高兴了，你满意了，你占到大便宜了吧你？我占什么大便宜了？我占便宜了，统共还不到十分钟的戏。哎呀，你还知道就这么点戏，那你还在背后下黑手耍阴招，圈套的你跟我抢啊？你还真做得出来？要是我，我都不好意思。哎呀，我说文雅啊，你说你跟我抢，你有什么好处啊？你就那点背景，我知道的是清清楚楚。你70后的大龄剩女，你整天的在荧幕前假装80后的新生代艺人，你光彩吗你啊？我还告诉你，明儿个我什么都不说，我就把你的真实身份往网上这么一晒，你丢人吧你？曼妮，哎呀，你也知道的，干我们这行最害怕的就是欺骗粉丝了。哎，你可千万别给我发网上去啊！哎呦，曼妮，哎呦，算我对不起你还不行吗？算我不仗义，算我该你的，行吗？哎，要不这样吧，我把这次大片222的片酬啊，我一分钱都不要，我全给你，行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是那么贪财的人吗？拍这戏我是为了片酬吗？我还不是想在大荧幕上露露脸儿。哎呀，那个角色是个蒙面，他也露不着脸儿啊。那我也能露牙呀。哎呦，曼妮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哎，下次我保证有大片我一定叫上你，行吗？你松手！你别再给我来这一套了，你这个人我算是看清了。今天也就这样了，啊，越走越走，没事。艾迪，来，站这儿。哎，周医生，看我。靠！你怎么还拍上照了？我这留证据呢。证据？啊，你看我们家凯迪以前是多帅的小伙啊，结果被他那倒霉女朋友弄的，给弄成这样。我绝对不能轻饶了他，我得去告他。周医生，你给我写个诊断书行吗？哎，你得写的详细一点啊，你就写由于重力造成了严重的损伤，因无法治愈，造成口腔畸形，哎，然后就写影响今后生活，生活无法自理，哎，怎么惨怎么写。小鱼，哎，你别说话啊，我有个牙疼。周医生，你就听我的，怎么严重怎么写。这回啊，我非让他那女朋友吃不了兜着走。情况嘛，他不是这样的，所以我不能给你写这个诊断书。再者说，年轻人打打闹闹，这都是经常的事儿，过两天就好了。好了，你还想让他们俩好啊？就他那女朋友那穷凶极恶的样子，这还跟我们家凯迪没怎么样呢，你看就把他弄成这样了。这今天呀是掉颗牙，那明天就得脱臼，后天就得断胳膊，那大后天不还得折腿吗？不至于，不至于啊，没那么严重。对，周医生，你别听我小姨的，没有那么严重。怎么不听我的？哎，你别乱说话行吗？你是不是已经看完了？那你赶紧回家吧啊，我和周医生还有事儿呢。文小姐，您跟我还有事儿？文小姐，您还有什么事儿啊？哦，那个，周医生，我得好好谢谢你，你把我的牙呀整得特别好，所以我现在的片约特别特别的多。真好。你知道吗？我还拍了那大片2222呢。嗯，所以为了表示对您的感谢，我想请您吃个饭。哎，给病人看牙是我应尽的义务，您就不必请我吃饭，不要破费啊。啊。哦，对了。我听说你女儿是在复读是吧？哎，是的。哎呦，我想那复读班啊肯定特别的枯燥。哎，
我最近正好有空，要不约着他，咱一起出去带孩子放松放松。谢谢你，文小姐。你看我平时诊所病人很多，也很忙，女儿呢也有自己的安排。你平时拍戏也很忙啊，是吧？好不容易得个时间休息，应该清静清静啊。哦，对了对了，那个我呀，给你买了条领带，我当时觉得这个颜色特别特别的适合你，你试试。哎，不，谢谢。我从来不收病人的礼物，啊！啊，那我买都买了，您就留下带吧。啊，平时我不带领带的。啊，那你结婚的时候总要带吧？哦，还有，人家送给我的巧克力，回去带给孩子吃啊。孩子多吃甜食对牙不好。哦。那个周医生，我还有一个请求，就是你可不可以来参加我的生日 party？ 你生日不是上个月刚过完吗？啊，那是阳历的生日，我这过的是阴历的生日。哦，是这样。恐怕也没时间啊。苏达，你干嘛呢？苏达，怎么了？你怎么来了？三姐走了。走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怎么会这样呢？我们俩分手了。哎，你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他怎么了呢。这么说，你现在失恋了呗？可以这么说吧。这也没什么，我也一样。凯迪哥也跟你分手了？什么叫他跟我分手啊？是我跟他分手。哎，你们女人啊！哎，我们女人怎么了？你们和爱你们的男人分手，是不是感觉特好啊？我跟你说，苏达，我今天心情也不好，你最好别来惹我。哎呀，我现在就应该找凯迪哥去，他肯定理解我。你敢？周医生，我有什么不好吗？没有啊，我觉得您挺好的。那我的意思你不明白吗？你的意思其实我早就明白是什么意思。那你为什么一直回避我的意思呢？我真没有回避你的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啊？那我就明确地告诉你我的意思，我觉得我没那个意思。那是因为您从来没有尝试着跟我意思意思。那只是您单方面的意思。对，反正啊，我就是对你有意思。啊，对了，哎，人家送了我两张芭蕾舞的票，咱俩去看吧。今天晚上啊？今天晚上真不行，诊所要开会。哦，那我也不去。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，要不我陪你上班吧？这不合适吧？你好不容易能够休息，你还是回家好。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呀？哎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打扰你工作的，我保证。哎，你先忙你的，我在外面等你啊。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消失，从我的世界里没有音讯，剩下的只是回忆。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
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，你存在。当初我认识三妮的时候，她跟那女孩一样，也在酒吧里唱。能不能别提她了？有点出息。我本将心向明月，奈何明月照不过去。苏丹，我告诉你，你跟这女孩早晚得分手，你们俩根本就不是一种人。那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早告诉你，早告诉你，听吗？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？他说，在他的生命中，最爱的是音乐。在爱和最爱之间，当然选择最爱。他还让我理解他。你说他把我跟音乐放在一块儿，这能比吗？啊！你再说我也没不让他爱音乐呀。这你都还不明白？人家就是不爱你了，这都是借口。人家要去爱音乐跟沟渠了，懂吗？笨。世界知道为何我们相遇。你跟凯迪哥怎么样？别哥不哥的，分了，不许叫哥了。你看你，人凯迪哥挺好的，你老是……能不能不说了？烦人！你还烦？不是，不应该你烦，这烦的应该是他呀。他同意跟你分手了？同不同意那是他的事，我管不着。我跟你说，凯迪哥跟我可不一样，他绝对不可能善罢甘休。不信你走着瞧。你幸灾乐祸是吧？那你们到底为什么分手呢？总得有点原因吧？那就没原因，行不行？这悲催的话。闭嘴。Shut up。啥了？温小姐，您到家了。周医生，我觉得今天跟你在一起过得特别的充实。啊，是吗？嗯。什么时候有空？我想去一下你们家。见一下你女儿，顺便把咱俩的事儿跟她说一下。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个必要。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事需要跟她说的。再有一个，我女儿啊，不属于那种和平友善、容易相处类型的，所以最好还是别见她。哎，周医生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个人特别的有亲和力，而且呢，在跟人沟通的方面，我特别的有自信心。你只要是同意让我跟你女儿接触，你真是不知道，我这女儿她在破坏别人亲和力的能力上也是相当强的，所以，我觉得您还是不见得好。那您赶紧回家吧。好。那我走了。哎，晚安啊。晚安。晚安。戴戴，醒醒！老钟，啊，你回来了，又做噩梦了是吧？嗯。你怎么躺这儿了呢？我等你等了就睡着了。哦。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？哎，今天事儿多，
你是忙着跟那个姓文的六线女艺人约会去了吧？我往诊所打电话了啊，他们说他下午来找你了。我求你了，你别跟我提这个文小姐，你一提她，我这脑袋嗡一下就大了。怎么了？我看她对你挺感兴趣的，你怎么一点不来电呀？我现在跟你说明白啊，我跟文小姐就是大夫跟患者之间的关系，啊，我跟她没有任何别的意思，即便她心里有，我觉得这事儿也不靠谱。行吧，不是你到底想找一什么样的呀？这事儿你就别管了。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好好复习，考上一个好大学，别的事儿你都不用操心。行，放心吧，我肯定考一好大学。哎，我去。哎，李欣，我来。这三更半夜谁呀？喂，爸，您嫌弃我钱吗？啊，我挺好的。我爸。我爸他现在还没回来呢，没准是跟哪个花容月貌的异性趁着大好月色谈情说爱，顺便送人回家了。行，我一定转告他，在遥远的大洋彼岸有一个对他来说曾经沧海的女人，痴心妄想着盼望着送给他一句温暖如春的午夜问候。谢谢您还惦记我的生日，不过昨天我爸已经给我过了。哎，还有，麻烦您下回打电话的时候考虑一下时差，我们这儿现在是后半夜。您说什么？啊？你妈说什么？我有两个坏消息要告诉你，你先听哪个？行了，赶紧说。第一，您前妻回国了。第二，我前妈要见您。罗姐，行了，你把蛋买了。我没带钱。我也没带。你也没带钱啊？我叫黄雅迪过来。你敢？我跟他分手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你也不许再跟他见面。不是，那我不跟，那咱俩怎么着啊？你给他打啊？何家。我在酒吧忘带钱了。你这孩子，你妈回来怎么成了坏消息了？反正算不上什么好消息。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再怎么说她也是你妈。哎，姐，我没妈啊。胡说，你没妈，你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？管生不管养，跟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有区别吗？呆呆啊，我得好好跟你说说了。你妈这两年尽管没怎么回来，但是她老给你打电话，也给你寄东西，对吧？应该说还是很关心你的。你不能老这么跟她说话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么跟她说话，她多伤心呐！哎，也不知道她最近好不好。我看挺好的，要不能全息全影的回来吗？不是。我是说，你是说什么呀？你是不是想说，他现在是不是跟你一样孤家寡人？是不是？这个，哎呦，老周，你可真够没出息的！怎么就没出息了呢？你给我老实交代，如果我前妈还是单身的话，您会不会跟他破镜重圆啊？这个，哎呀，别磨叽！您怎么想的？您给句实话。您要是对他已经心如止水了，我就还保持一贯强硬态度，咱不原谅他当初为了自己大好前程抛夫弃女，坚决出走异国他乡。您要是对他贼心不死，那大不了为了您的幸福生活，我低三下四委曲求全，跟我前妈搞好关系，让旧日失足的女青年感恩戴德，重新回归祖国怀抱呗。
不是，关键现在我就不太知道他到底心里怎么想的。他怎么想的？我觉得他是回来低头认罪的。怎么说的？您看啊，这些年我每给过他好脸吧，可他呢，依然锲而不舍，死乞白赖往回打电话呀，寄东西。现如今干脆回国了，这不明摆在咱俩跟前晃悠吗？图什么呀？不就是想先混个脸熟，到时候为日后回家做好充分准备吗？还有今天，干嘛三更半夜往回打电话呀？这不是没倒好时差，是一个失落的女人，在午夜时分想起了内心最重要的男人，想向他倾诉人生的失意。这您还看不出来吗？你是说他想重新回到咱们这个家？肯定的。您想啊，他在外面晃悠这么些年也新鲜够了，也认识到中国的月亮跟美国的一样圆，也明白了什么叫做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最终他悟出了人生真谛，觉得您才是最可靠、最安全、最值得他托付终身的人，所以就幡然醒悟，撂爪投降了呗。你这嘴里没什么正经话。都几点了，赶紧的，刷牙洗脸睡觉。好，开始开拍了啊！一、二、三。春红，从今天起，咱们就是夫妻了。程春红，来了，进来吧。春红，春红，东风，春红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是我们的孩子，你为什么不要他？为什么？东风，我要评职称了，这个时候很关键，不能生孩子。不行，我要这个孩子。我不要。走，跟我回家。不，我不回。我们回家。你把我放下来。明天我怎么跟戴戴解释？就说我出差了，反正我经常出差。孩子早已经习惯了我不在身边了。好吧，那你保重。你也是。以后要给戴戴找后妈，找个好点的，别委屈了孩子。不，我说过，不论你和我是什么样的结果，我都不会让别的女人做戴戴的母亲。那。那我走了，春红。东风，我妈妈，妈妈不走，妈妈。戴戴，妈妈，戴戴，戴戴，妈妈，妈妈要出差去，好孩子，妈妈。
戴戴，妈妈很快就会回来的。妈妈不走，妈妈，不让妈妈走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不走。醉过了，醒着呢，笑过了，哭着呢，太多的委屈对谁讲，一个人的凝望，两颗心的相撞。匆忙的走着，恍惚的望着，只以为有个栖息的地方。天空中有那三只小鸟，栖息在一棵大树上，飞上又飞下，一只红色的，一只蓝色的，还有一只我看不清模样。叽叽喳喳的是他的幸福吗？多希望像鸟儿一样有自由的生活。我再强调一下啊，咱们的杂志呢主要是靠广告来盈利的，这是咱们最大最大的一块蛋糕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广告就是我们的全部。现在所有的人啊都要集中全力给我把广告位卖出去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一天的不断的说，反复的说，就是让你们要记住，只要广告有的卖，咱们吃饭就不赖。要想饭菜吃得饱，广告必须卖得好，这是铁律啊。咱们头说话可真够直白的呀，三句不离职，这就属于卖烧饼不带干粮，吃货。你还真说对了，中国人说话就是离不开吃嘛。哎，你们比方说吧啊，这个求职应聘吧，不叫求职应聘，叫找饭辙。谋生叫糊口，岗位叫饭碗，受人雇佣叫混饭吃，被人解雇了叫炒鱿鱼，花掉积蓄叫吃老本，摊上诉讼叫吃官司，男人花了女人钱叫吃软饭，男人占女人便宜那叫吃豆腐，混得好叫吃得开，混不好叫吃不消，惹人喜欢了叫吃香，不招人待见叫吃闭门羹，受人连累了叫吃瓜烙，被人特殊照顾那叫吃小灶，自私自利不管不顾那叫吃独食，就连挨人算计了都得叫吃亏。头，你厉害。主管，你以前是说相声的吧？我以前是卖广告的。那现在呢？说相声。什么乱七八糟，都让你给我搅糊涂了。这是我作为一个广告人最基本的素质。行，言归正传。所以说呢，咱们在工作当中必须做到通吃。这个月哈，你们每个人啊，最少最少最少了，必须签回两单广告来。啊，这个指标要是完不成，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主管，你这是要吃定我们呀？ Yes, of course. 哎，再吃一块啊。兄弟，我不吃了。哎呀，就再吃一块。我真的不吃了。就一块。我都快吃一桶了，小鱼。周医生说了，多含点冰啊，对你伤口的复原有好处啊。周医生什么时候说过呀？哎呀，你就再吃一块吧。哎，我小姨，我真的不吃了。哎，你说说你啊，你找个什么样的女朋友不好啊？
非要找个那样的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这事必须听小姨的，你不能再跟他有任何的来往了，否则你会有生命危险的。哎，凯迪，你觉得给你看牙的那个周医生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那觉得我们俩是不是挺般配的？配。你跟他？啊，我跟他那应该算是郎才女貌，门当户对吧？哎，你觉得他对我是不是也挺有意思的？没看出来。哎呦，小姨，我这牙怎么越来越疼了呀？啊，那，哎，要不咱再去周医生那儿，再让他看看吧。啊，周医生，这个版面你还满意吗？太好了，我现在就想了解一下这个价格。哦，价格你放心，这个呢是基础价格。你上次帮过我忙，我保证过一定给你个最优惠的价格，这一点我说话算数的。小苏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只要价格合理。啊，物有所值，优不优惠的不是很重要。话不能这么说，我这个人言出必行，这个折扣我给定了，你不要拦着我啊。不是这样的，你看啊，你们杂志的影响力和发行量这么大，再加上你给我这么好的版面位置、页面比例，你说我再要打折不合适。周医生，能省一点是一点，客气什么呀？啊，行，那你看着办吧。真是善解人意。那这样子，这个价格上面我给你一个9.95折，怎么样？多少？程春红女士，我亲前妈，可我对她却那么陌生。从我4岁起，她就是一个听得见看不着的存在，我心里根本没把她当妈。哎，得了，如果她这次是真心要回来，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怎么说也是个原装的呀。况且破镜重圆是一件人间美事，我也用不着再操这份大心了，有妈万事足。好，小苏，你这两天尽快给我一个策划案。你是说这个价格你接受了？接受，没问题。我过两天就去你们公司正式签约，但是签约之前我必须要看到策划案。没问题。周医生，你这人也太爽快了，真是前无古人的好客户。哪里哪里。那我们到时候公司见。你记起来了吗？哎，就是那个不小心踩在香蕉皮上摔倒，差点碰坏了组里的摄影机的那个。啊哈哈，对对对，就是我。我没什么事儿。我就是想问问那个为了保护机器被摔成脑震荡的那个摄影大哥，他好点了吗？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哎，导演，我上次就把资料留给你了，你也一直都没联系我。我最近呢正好有档期，所以您看您那有什么合适的角色，我可以过去帮忙给您客串。免费也行。没事没事，哎，好的好的好的，好好，下次啊，哎，再见。喂，是陈导吗？啊，我是文雅。哎，
就是上次那个在您组里当群众演员，不小心把马给惊了的那个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是我是我，你想起来了吧？啊，哦，骑马的那个演员还住院呢。哦，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哦，我不打扰您了啊，哎，再见再见。喂，赵导吗？我是文雅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那个不小心把炸点当成礼花给点了的那个，对对对，就是我是我。啊，哎，喂喂喂，你听不见吗？喂喂喂喂，小姨，小姨，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总是有档期了。讨厌你！来，你没事吧？喂，你好。我想确认一下传奇生物制剂的开业典礼是不是在你们那儿举办啊？哦，哦，好，谢谢。当疲惫侵蚀内心的。